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，要穿越惊涛骇浪，驶向光明未来，必须同舟共济。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。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已经成为一部复杂、精巧、有机一体的机器，拆掉一个零部件。 就会使整个的机器运转面临严重的困难，被拆的人会受损，拆的人也会受损。